没想到被称为守法怪物的杰瑞也会在对抗路遇到自己的天敌。对局中一直被单杀，并且杰瑞只要撞车，此人都会被压制，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。这个人就是人类最强士兵。那杰瑞这个守法怪物在他面前究竟有多么的不堪一击，就让我们进入游戏来看一下。游戏开始，士兵就展现出打法细节，用一技能清兵的同时还能摸到杰瑞，并且还在关键时刻升到二级，在杰瑞交闪以后利用一技能第二段，在43秒就拿到杰瑞一血。清完下线升到四级，眼看队友已经进红区，自己果断传送上路，在吃掉一整波兵线的同时还配合队友形成了前后夹击的阵势，拿到二连击破。随即队友再次进红，士兵卡住小乔位置，将其闪现成功骗掉，与此同时自己也遭到了围殴，士兵不仅稳如老狗，还在极限血量之下反杀一人，尽显男人雄风。哎，可以啊，露娜给我救了。回到下路以后，眼看杰瑞跟东方耀的视野选择在草丛埋伏一手，然而让这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两个人在一块竟然被一个姬小满给阴了一手，这有可能就是顶级对抗路的压迫感。即便是有着如此之高的压迫感，对面小乔还想试图单杀士兵，那这双 buff 都送到了嘴里，岂有不收的道理。就连百里守约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瞬间就没掉的。本以为拿到大龙推掉高地可以稳稳的一波对面，但是队友却在此时开始上头，在兵线还没进塔的时候就开始动手，导致纷纷毙命。这让本来信心满满以为可以一波的士兵再也忍不住开麦吐槽：能不能冷静点啊，兄弟？加宵夜是解决。话刚说完，杰瑞带着队友从高地冲了出来，好在士兵将小乔给秒掉，也至于不是那么亏。你别接我呀，我能走的。人类驯服蛇物名场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最终在我方再次拿到大龙以后，在上路寻找突破口，而已经被队友气到红温的士兵已经不想再跟他们嘻嘻哈哈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冲到对面后排将百里守约给秒掉。最终这场巅峰赛在士兵的带领下到此结束。